这里是星二飞行日志，正在等待反抗军卡台的降落许可。弹药剩余82%，燃料剩余57%，各系统状态良好。降落准备已完成，已收到降落许可。不要再装，就是说降落准备已经完成了，已收到降落许可，对，把它关掉。对，我们先录这个，然后后面的下面再说。好，准备开始。燃料剩余87%，弹药剩余82%，系统各状态良好。状态大概保持个5秒钟。就是你可以就是选择一个动作，就是说这样盯着窗外，然后就也是在思考。说完开始以后，好，开始。对了，也不知道莫秋娜他们那边到底怎么样，不知道他们能否应付得过来。不行，为了防心起见，还是要给他们找点帮手。你能拥有一种超能力，你希望是什么？